凯哥，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黑虎泉，你在这里要完成的任务是帮茶摊的老板娘打两桶泉水。好，小公园，你好。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欢迎你，我是虎泉哥大掌柜。哦。凯哥，完成任务，我们会告诉你兄弟团的位置。好。请拿好你的工具。好，走。好，谢谢。就在那个东北角。东北角。对。好，我打水去了啊，我打水去了。哎，我容易吗？我毕竟我老婆被拐走了，我还得去追她呢。嗨，不要害怕，不要害怕。Hello， 过来拍个照，来拍个照，一起拍个照，来妈妈拍个照。吓死我！哎，别跑，别跑。好，没事。没事啊，没事。喂，你好。Hello。好帅，我好帅。瘦了？瘦多了吧？我就在这儿打行吗？郑恺。你好。来济南了，我要来打两桶那个泉水。啊，你们都在这儿哦。哦，这是泉眼。好。哦，谢谢，就拿这个罐。哎，我来，阿姨，我来，怎么就把这？对，得使劲往下扣，得往下扣才行。对，使劲扣，往下扣，需要点技术。哎，使劲，这么捅，拿这个桶。没事，我试试。对，哎呦，这个喝茶是没问题，是吧？能最大限度的保持茶本身它这种香味。你看那小胖，哦，全程果然名不虚传，水好清，对，特别甘甜。我们也是检测过，泉眼是国家一级水，就是不需要过滤就可以直接喝掉的。谢谢了，来吧，啊，大家一起啊，好，我们喊个什么吧？奔跑吧兄弟，好不好？好，济南话哈，这怎么喊？济南吧，不是狼串吧？狼串吧，叫什么？狼串吧，小嘞，不是这么说吗？好，来，好，一二三，狼串吧，小嘞，快走，跑重啊！这一天不容易啊，这一天，然而这一天才刚开始啊，聊一天你欠我一期节目。等会儿吧，等会儿，没事，到了，来，重，特别重。这是喝泉水大碗茶，是我们济南人的生活习俗，这样给您也冲泡一碗，尝尝咱济南的泉水大碗茶。辛苦了。没事儿。谢谢，欢迎你常到我们济南来玩。我跟你说实话，我从来没觉得茶那么好喝，自己打的水，自己泡的茶，味道就是不一样。哇哦，恭喜你。